大家好，欢迎收看十月二号礼拜三的中时新闻，我是陆佳婷。现在请您做回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新港乡新港国小附近发生了一件一位79年出关姓小姐，伊就因为饮酒开车，规台车冲入去便利超商。关联184家都市计划完成了后，关府进行中邀请了各界人士做回来讨论关联新市的各种作业一个方式。关府乡公所一个地方民众做回来影响改善六个准排水问题，地方民众要求爱心买抽水机来应用。头一条新闻，咱先来看到讲，伫这新港乡中华路新港国小附近，这早起九点哦，发生了一件这汽车冲入去便利超商的交通事故。一位讲哦，这79年出的关姓小姐，据说讲因为饮酒开车，怎直接冲入去这边仔的这便利超商哦，也好加在当时的店内哦是拢无人客。昨这关姓小姐的头是小可刺伤，并无大碍。昨这详细发生的原因，警方也当地追查当中。流行车的蜂鸣器也搁咧响，流行车两个安全气囊无拢拨开，可见当当时的冲力有偌大。店内底服务员嘛当咧清理车祸现场。这是发生伫新港乡中华路新港国小附近的流行车冲入便利商店的交通事故。早起九点左右，79年出的瓜姓小姐驾驶这深青色的流行车，经过中华路时阵，唔知虾米原因，直接冲入去便利店内底。当当时附近民众刚听到砰一声，都看到车冲入去便利商店。有只机一下砰一下，啊砰一下，看我弄到西门那里啊。车祸现场，便利商店的天花墙弄歪去，涂骹冒真侪油，也个玻璃，店内底看板嘛拢落伫咧卖热狗，也个乌嫩的鸡鸭顶冠。好佳在当当时，烈士台边啊并无顾客，关姓小姐嘛因为安全气囊不开，额头敢若受了一挂小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关小姐是安怎开车直接弄入去便利商店，警方等咧详细追查当中。这新闻赖清良新港报道。所以来关心到这关联的184家都市计划完成了后，今麦又过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在地方上来讨论，怎在关府哦也进行中。伫这关联演讲厅邀请了各界人士，一个学术界这人士做伙来参加论坛，也希望讲哦，或者各界了解讲关联城市的各种作业一个方式。关府邀请学者来到园林演艺厅，要透过学者来向各界说明园林新竹市的各种方法，也有新竹了后对园林的好处。有会专家纷纷提出看法，希望将会当甲通园同款，除了园林新竹，也当带动其他乡地嘛先给做起。大概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国民党很有办法，在国会人很多嘛，其实这个蓝绿也都支持了。在国会呢，怎么样子把这个法律呢修改一下哈？那这个呢，可以带动整个彰化县啊，马上这个园林是呢就可以升格那个标准呢，做一些这个调整啊，也可以哈、啊，这个造福台湾其他的这个不错的这个乡镇呢，可以升格啊，这是第一个啊修法。因为要升这市有各种无同款的门槛要通过，所以有关户主的园林升市嘛一直存在各种的难题。有会学者嘛提出了修法降低人口的门槛，行政区发法尽速通过，也过挂隔壁乡镇村里发展观商业等等的方案。第二个呢是彰化县哈、哦、来拨哈、哦、自己来想办法，你们有26个这个乡镇市，我桃园县。13个乡镇市，所以很快的呢，基于各种其他因素呢，很快就可以升格。你们这边的内部调整一下，或者说，不是乡镇的这个合并，那个园林这边再加上周遭的，啊，
那也是一个好办法啊。新竹市的做法也是如此啊。我桃园县好多的这个县市的做法也是类似的。这个星期论坛邀请来学者向各界说明，第五马团出关会做法，可能以权力调整为主，无就是看隔壁乡的权力来给园林升级措施。只是这种做法除了法院上的问题，也有地方乡公所的无同款的声音，这让给权力调整升级充满了难度。将新闻考试完，为您报道。所以我们来看到说，这个丽水乡公所是进行了民风团的训练，由这丽水消防分队来协助来做训练哦。这训练的内容有包括说静态这消防常识讲解以外，有这动态这操作项目，参像说这缓降梯的操作，也让这所有民风人员啊，也有这公所人员，也有这所谓船长等人哦，都是来参与训练。在丽水乡公所礼堂，消防人员正在讲解消防常识，参与训练人员是专心来听讲。这一届除了要熟悉基本的消防常识以外，也要教导大家如何来逃生。其中这缓降机也是一般人比较较少使用的，不过今日大家拢需要来实地操作体验。今天是我们二水乡公所办理102年度民防团的常年训练。那今天的课程有两大类，一个是我们静态的，由相关的那个讲师来讲授静态的课程；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缓降机的实际操作。那希望说每一个民防团的成员都能够亲自来操作跟体验缓降机的使用跟方法，让大家都能够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跟技能。我们今天二水消防队来配合我们二水乡公所的二水民防团的那个常年训练。训练的过程一般那个消防那个常识的讲解以外亲自做到缓降机的操作训练每个人务必亲自来体验。在实地练习了后，民防团成员拢进一步了解这机器的操作，对这高楼逃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未来除了当发挥自救功能，也当用来救别人，真正是相当实用的一种技巧。这是文小汉员丽水报道。继续来看到这民都大厦这几年是针对这原住民的教育是有真好的成果，为着讲哦，要让这各界来发现讲原住民的创意，因哦也是邀请了这苗栗县真出名的立马江竹峰是到学校为师生来演讲，也让各界哦来了解讲这原住民，也当透过行销的方式，让这全世界来了解到台湾的原住民。闽东大学校长陈世雄是邀请曾经到北京国家剧院来演唱的《蓝天天》，到学校来为师生演讲。《蓝天天》是当场来献唱，给大家是来欣赏。我的校长，这个从应该是2009年吧，带我到意大利去参加世界 iPhone 有机农业有机产业的一个推动。其实那时候校长真的是，带领着我们台湾很多对有机农业经营的一些很热心的这个农业的先进，还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那一起在这里来一起大家来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历史的努力。闽东大学校长陈世雄表示，南天天对原住民的行销是非常的有一套，过去出国行销台湾都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所以也希望苏生会当学习到南天天在行销方面的专长。跟同学演讲，我相信我们闽东大学对原住民的孩子特别的照顾，所以让同学可以在原住民的专班在青春风云系里头可以
学费、杂费全免。哎，这个早期的时候还是连住宿费全免。主要的目的，我们就希望原住民的孩子都很有潜力啊。那我刚讲的那些故事，我就不再讲了啊。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有很好的机会啊，发展他们的特色啊，他们的这个最好的潜力出来啊。那么我们最近也。闽东大学师生知影南恒天要来学校演讲，前来听讲的学生是非常的多，大家都希望会当了解原住民如何透过营销，让原住民的文化会当受到国家的重视。而且南恒天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也让大家发现原住民真正是上界热情的台湾人。就是我们蔡光平笔头报道。来看到讲哦，这台湾的洪灾期间，因为讲海水大了的影响，这新港的六股船的水位是安尼欠悬，又搁下不出去，所以这附近民众就相当烦恼。所以这哦，因烦恼讲这六股船的水是不是安尼下不出去，怎危害到田庄？所以这今日管护水族处、乡公所，也搁地方民众就做伙来讨论，希望讲哦来改善了六股船排水的问题。所以这管护是希望讲分做这短、中、长三期来做改善，但是哦，这地方民众怎吐槽讲，等这排水做好就袂赴啊，爱先买这抽水机来用用。台美洪灾期间，因为大流影响，海堤空调闸门都关起来，防止海水倒灌。新港六股船水位飙悬，水阁排袂出去，好附近的民众是惊甲要死。水族处长周庭章就表示。希望分作短、中、长三期来改善。打开始会当先买这抽水机来应用，未来会当考虑兴建这赤红池一个抽水站。哦，而且这混管吼是解决方案之一啦，吼，那不会等工一点爱，如果说没有办法去执行的话，吼，还有配套措施吼，那配套措施，赤红池嘛是解决方式啦，吼，这是现在有的方式吼，那或者是说，哎，我用这个机械的方式吼，来这抽水站。哦，这个车群这样哦，这个方案哦，这东西爱经过讲哦，咱来去测量，测量去算这个哦，这个河水的量哦。参与讨论的地方民众都吐槽表示，起赤红池还有抽水站要找点，而且还要征收土地，需要很久的时间，也需要相当多建设经费。哦，唯一会当解决，就是搞一些抽水站。假如那讲过我顶啊，因国过年之后变遗产啊，新疆乡啊，只有在带队来抗议安尼啊。那但是我一定第一个。公家机关办代志，拢爱提这计划册，嘛爱详细来细部规划。不过想了想这，做啥物代志嘛做袂来，无像这位民众想的比较较实际，嘛比较较容易达成。管府得来解说，个别抽水机来应用嘛是方案之一。不过整体规划嘛是爱来做，未来起这赤红池，也个抽水站，将个是上界特地改善方案。就是闻罗清良新港报道。来看到这个子母车哦，就是这残尾乡的残福大楼，是这个子母车是提供这大楼来使用的。不过，确实有真侪这民众是常常摕这粪扫来遮等。也根据这管理单位表示讲，因为讲哦，遮哦有一挂这野狗，所以确实这民众那是乌白蛋，是会造成这环境清洁问题。来到参美乡的展福大楼，对当看到本来应该真清洁的环境，却看到大批粪扫，而且粪扫的地点竟然有粪扫的租车伫边啊！根据展福大楼人员表示，这个粪扫租车敢那提供大楼使用，但是附近的民众却常常提粪扫来接单，而且等的时阵各拢无等好，造成环境清洁的问题。是啊，这边常常会有民众来乱丢垃圾，是不是？对，这边的这边民众跟居民都会拿垃圾来这边丢。是啊，就会造成怎样？造成就是很脏乱。哦，所以会造成你们这边有一点就比较困扰，就对。对，像有一些野狗，它会过来啃食，所以造成这些垃圾都会外露出来，然后脏乱不堪。是。所以你们是有呼吁就对了。有，我们慈庆单位他们有在呼吁给他们民众知道，可是他们民众还是有时候会拿过来丢。所以你也希望说民众可以多配合，对不对？当然啦、啊，因为这环境是大家的，包括厕所也是。哦，有民众会来这边使用厕所。对，然后又会乱塞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把厕所都会先锁起来。
根据彰化大楼人员表示，垃圾租车是由大楼基金会所提供，算是私人使用，所以一般民众是袂当来乱弹。所以伊嘛呼吁附近的民众，卖伫遮乱弹垃圾，就算讲要弹，嘛爱弹到租车内底，避免遮野狗来后壁乱加，或者环境会当更加清气。就是我们蔡刚平采访报道。来看到这部新乡公所为着要让这全乡4000多位这年纪有满65岁以上的这民众会当领取到政府所发放的这中央敬老的礼金，也个礼品，特别咯，因是巡回来发放，让这老大人也感受到这过节的欢喜哦。在这乡公所主秘谢彩顺表示讲，这乡公所要特别针对这年满80岁这民众，另外也个发送这经典礼品为老大人来接受。保险乡公所主秘谢彩顺亲手来敬送每一位前来领取礼品也有礼金的老大人，祝贺因身体健康。在保险乡年满65岁乡民都有资格前来领这中央敬老礼品，达到这个岁数的人大概是4000多人，人数嘛比起去年更加多。乡公所主秘谢彩顺表示，除了捐款礼品以外，乡公所对80岁以上的老大人也加送了一份精美的礼品，祝福因重阳节快乐！重阳节快乐！啊，伫今年吼，咱乡内诶65岁以上诶吼有4000多个，啊80岁吼80岁以上诶有1230个，已经愈来愈多，所以吼希望大家一定要注重健康啊保养，啊互咱身体愈好。咱乡长吼，咱保险公司咧乡长有特别个赠送一个物件吼，啊就是要互大家吼食愈好。主秘谢彩顺表示，乡公所相当重视老人福利，除了推动社区学习以外，自行车步道、健康讲座等等的活动，希望讲乡民会当活了健康快乐，为这乡内老大人来安排上介好的生活规划。将新闻由宏源报新报道。不管讲我是这老大人，还是囡仔，身体拢是真重要。从这今年免费流感疫苗注射，是为这10月份开始实施。从这第一波这注射对象。就是老大人，国小的学童，也个即红婴仔，为着讲哦，要增加即注射的几率咯。即地区的卫生所医师是下乡哦，帮即民众来注射疫苗。即所在卫生所表示讲，即今年哦，老大人部分新增加了60岁到64岁慢性病，也是讲哦，即重大疾病患者来注射疫苗。为了维护流行性感冒流行起来，卫生单位伫每一年10月拢会实施免费来注射流感疫苗。所在卫生所甲秀潭病院今日就配合中央这个活动，下乡帮助民众来注疫苗。所在卫生所主任李家勋表示，只要卫生人员到社区服务，符合注射条件社区民众都会当摕到健保卡来注射流感疫苗。就是因为每年就是会有流行不一样的感冒病毒，所以我们在每年10月的时候会开始打那个流行性感冒的疫苗。那因为它的盛行的时间大概是在每年农历年会开始大流行，所以在10月开始施打的时候会可以提前产生抵抗力。那我们往年的话，在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那个国小。只要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都会开始施打，这是公费疫苗的那个施打对象，因为他们老人跟小孩子的抵抗力会比较差，所以我们会主要是以这个两个族群作为施打的对象。以往注流感疫苗都有年龄，也有条件限制。卫生所主任李家勋表示，今年新增加了60至64岁慢性病，或者是重大疾病患者来注疫苗。另外，自费来注疫苗，公家卫生单位并无规划，民众只有到这民营的病院去接种。今年的话，有新增就是60岁以上到64岁。就是一些重大高风险的慢性疾病，例如说糖尿病、心脏病、肝脏疾病，还有肾脏疾病，有这些高风险的慢性疾病，也可以列入那个公费疫苗的施打的那个对象之一。卫生所主任李家勋表示，冬天流行性感冒是特别容易发生，为10月1日开始进行第一批免费流感疫苗注射，符合注疫苗资格民众会当跨区到各地病院来诊所，也个卫生所来注。另外，未来是不是进行第二批免费流感疫苗注射，将会看这疫苗的库存量来决定。有需要民众买单考虑自费来注。
这是我们青龙山西报道。今日美食的大时间要带大家来到这 KO 店哦，但是这 KO 除了讲食这羊肉炉，即马也有一间这个性餐厅的创意料理店哦。这内底哦是包括讲这日本的料理，也有这北方的美食，也有各式火锅，也有这锅饼等等，超过上百种的各种美食料理，而且哦搭配着讲真快这用餐空间，也有设计，和这间店哦相当受到这当地民众的喜爱哦。来到这一项口味创意料理店内底，二楼开放空间搭配着一大片的玻璃窗的景观，让前来用餐的消费者会当轻松来享受美食。看卖顾客满足的表情，就知影这美食是相当受到因的欢迎。亲像这日式料理，不管是沙西米、苏西，拢相当受到消费者肯定。小姐，请问一下，你有很常来这间店吃他们的寿司吗？有，我一个礼拜大概来吃两三次，而且我每次来必点他的自寿司，因为我原本是不敢吃生鱼片的人，可是因为他的那个自寿司很新鲜又好吃，对，所以我每次来必点，对。这个整体饭啊，像米饭这些吃起来口感是粒粒分明，对，而且很 Q， 有机会可以来尝试看看了，不错。这个寿司吃起来米粒 分明，料多，很实在，它不会吃起来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淡，吃起来你吃了一次，你会再想吃第二块。用餐环境很好，适合全家，聚餐都可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来这边，至少一次两次来这边，评价又好吃。生鱼片很新鲜，又很软，很好吃。那个寿司很 Q， 入口都好，感觉很好，很好吃。今天吃了好多。当然，业者的创意不但是只有普通的日式料理。中埔菜也有超级豪华的沙西米盖饭，这是每一天限量供应的，那是来碗都吃不掉。这是我们大拇哥最新的隐藏版盖饭，每日限量十份，然后里面有六七种食材，里面包含加拿大海胆、加拿大鲑鱼卵，欢迎大家来大拇哥。看嘛，这款好食的日式料理以外，假使若想要食一寡别项的，则也阁有提供米食料的餐点，亲像一碗牛肉面，若是这面条真 Q， 连这牛肉嘛真大块，汤头嘛相当的甘甜。觉得牛肉面啊，面条很 Q， 然后牛肉又大块，好吃。啊，牛肉面，牛肉面，我上爱食安尼啦。你的特色是到位。哦，特色哦。我感觉讲，那咧食咸的汤，应该若出外口食，迄汤就袂啉落去。啊，咸的汤啉了了咧，啊，袂歹。啊，伊面条有 Q 无？有赞。啊，啊肉一流的，哦，肉袂歹，安尼啊。啊，除了牛肉面，还有啥物？我咧看是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暗都好，那咧食哦，大注意。伊内底迄加料迄汤哦，有当会去烧着安尼。啊，迄汤头，我啊，迄汤头你若加料，若无捧只碗哦，即摆咱落落迄个碗，内底有汤，那袂用拍算的，我汤嘛甲啉了了啊，安尼啊。赞！我今天吃的东西是肉羹，然后呢，因为它，我一般到其他的店面吃啊，就是它笋子都会不够新鲜吧。可是这家大拇哥的东西啊，它笋子真的很新鲜，很脆哦，很甜，很好吃。当然有好吃各种的美食类的餐点以外，这间位置靠近环中街上的创意料理店，也有北方糕饼点心。亲像是红豆锅饼、蔓越莓锅饼，拢是予消费者真喜欢食的点心，而且是食了饿了解得志。它有分好多种口味，有起司、红豆，还有绿豆，多种口味都不错吃。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它的饼酥脆，
还有就是很特别啦，手不足的那种特别。我现在吃的这个饼叫做起司饼，然后它跟外面很不一样的是它里面包起司，然后现在女生不是很怕胖吗，就里面就是她会怕就是包其他甜的食物就会怕太甜，然后起司就是很营养，然后可以补充钙质，然后大家来可以点这个吃，超好吃的哦。吃的是蔓越莓锅饼，通常在外面吃的都是红豆或绿豆，要不然就是芋头。第一次吃到这个感觉很特别，我觉得它很好吃。业者表示，好食锅饼除了制作过程比较较繁杂，也用料嘛是相当的杂巴，食起来才好食。我右手边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起司蔓越莓，它的特色是香 Q 柔软，然后甜度不会太甜。那里面有很好的酒食，好吃也还有这卷饼口味，同样是有介意吃米食类的消费者而来到这。小姐，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来这边是吃什么菜色吗？牛肉卷大饼。对，那可以帮我们介绍它里面包了什么，然后吃起来你感觉怎么样？它里面有包牛肉，还有小黄瓜，还有香菜。对，然后它里面还有浓浓的那个牛肉酱，而且吃起来口感超，就是很好，而且牛肉加小黄瓜，然后那个皮啊酥酥脆脆，里面又软软的，这真的超搭的。所以它牛肉就是处理起来也不会觉得说太干太涩，不会说老啊还是涩都不会，就刚刚好。对对对，那它的那个卷饼的皮你也不会觉得说太油啊还是什么？油不会，而且我觉得。它像上次我买回家，冷的啊，也不会说软软，都不会。业者表示，这边的牛肉卷饼除了现点现做以外，搭配这牛腱、小黄瓜、香菜、洋葱，还有独家酒汁，这是别的所在所吃不到的。我们大拇哥的北方面食列中，推荐给消费者这道牛肉卷饼，我们现点现做，以现擀的面皮煎熟，让面皮可以。外皮酥脆，咬劲十足，而除了面皮 Q 弹外，内馅用料更是丰富，有大块的牛腱肉、小黄瓜、洋葱，还有独家特制的酱料，吃起来富有多层次的口感，可以吃到饼皮 Q 弹、内馅爽口的味道，让我们这家牛肉卷饼是相当受到客户的喜爱。这一间创意料理店，头家陈中和本家就是总铺师，希望可以当开一间会当满足无同款消费者需求餐厅。这餐厅有卖米，冇卖饭，都是要让顾客来到这，什么拢吃会到。大拇哥是一家面食结合日本料理的一家面食馆，我们卖的东西里面有面食，还有这个生鱼片，尤其是面食的。红豆锅饼、绿豆锅饼，还有起司蔓越莓，里面它有非常好的酵素，可以提升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促进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是在二楼的地方有呈现这么完美的环境，在这个地方可以吃到美食，而且这个可以形同是聚餐哦，公司开会。还有这个，一般请你到二楼上来的时候，可以坐在窗头，我这边的开放式包厢，灯光美，气氛佳，然后可以享受在别的地方不同样的那种感觉。而且为了要回馈乡亲，毛特价优惠活动哦。即日起，在彰氏新闻看到本店的报道，原价是90元，只要讲出是。看到彰氏电视来电消费的话，原价90元，特价就是70元。欢迎来到大拇哥消费。看嘛，这款美味的各种料理，是不是让你巴肚已经枵啊？来到这，多种的口味创意料理，不管是米食、饭类、北方卷饼，还有日式料理，都会当满足你的口味。来到 Q 店，有业者是用心来开设一间复合式的餐厅哦。民众来到这，不管是这秋冈的水饺、蒸饺、小笼汤包等等，叠加拢食到。而且业者佮用心推出，参照我手上所提这非常有特色蔓越莓起司煎饼、
这碟百味可能是吃不到哦。这边将来到这都说用餐环境真舒适，给咱吃到各种的美食哦。以上就是中视新闻由洪文甲李碧莹 DQ 为您所做报道。在这九年前，这彰化县卫生局是开始举办万人健检的业务，到今年哦，已经超过十万位的这彰化县民来参与。在这县政府也颁奖予第十万位民众，这参与健康检查民众哦。在这彰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表示讲，这健康哦是需要大家上最重要，就是讲哦，这民众爱愿意出来参加。总会县民哦是无愿意来参与，安尼做法咯，对这家己的健康哦是无帮助。今年大概到目前已经累计有十万人参加。彰化县卫生局为九年前开始举办万人健康检查业务，到今年已经是超过十万人来参与。县政府又搁准备了贺礼来相送。贺的哦，哇，太棒了哈、哦！这台捷安特的脚踏车，我们的美女呢，把它请出来。好，够健康，手去一直讲，就是分享得到。刚刚已经有偷偷算了一下，里面呢是10000块钱的礼券。根据卫生局长表示，九年来数据统计，民众因为参加万人健检来检查出疑似罹患癌症的有5%以上，确定罹患癌症的毛1%以上，和这块民众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检查的人数当中哦，有5%都是有疑似癌症的。好，那大肠直肠癌大概是你每筛检100个，有7个是疑似癌症。那在7个疑似癌症里面呢？大概有1/4是有一些息肉，息肉是我们现在知道是这个早期的癌症。那另外呢，每100个就有一个哈、哦、是确诊已经进展到大肠癌的。所以经由这个健检来发现之后呢，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参与颁奖活动的彰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就表示，健康是需要大家。在卫生局会当提供这么好的检查项目，一个环境之下，不愿意来参与的民众就真可惜。一个身体上好的检查啦。啊，五万爱甲大家报告。头拄仔伊讲，爱倒去，爱叫手机头尾大家出来，其实真重要吼。健康是爱靠家己啦，家己无要出来吼，用牛去拖嘛无效啦。健康永远会走起，如果你若无注意、无小心、无家己照顾，这是足重要的。卫生局长也表示，这是项健康检查业务也是会继续来推动。不过发现男性参与的意愿是比女性更加低，所以希望男性官民会当踊跃来参加这万人健康检查，顾健康。这新闻王汉正彰化报道。唔，那讲哦，即爱做健康检查，即平常时也爱注重哦。即离水老人大厦，就有一项特别的健康课程，是叫做创意生活健康班。做这指导老师是来自这保利的一名这福建师，所以伊是结合了这古早，也个今嘛，也个这中医，也个西医所开发出来一种健康方法。这目前哦，这个班级哦，这开办了2年多，这校官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那来看卖这个健康班哦，到底哦拢是伫上什么款的课程？上起哩，对，运行自己。好，还有两遍。每礼拜二早起来到二水老人大学，都会当看到创意生活健康班的上课。指导老师是示范无同款的动作，学员是对着老师的动作做伙做。无同款的动作，定定需要用手来画圆孔啊，或者是像咧揉物件同款。好，我们是创意生活健康法。因为我们在这个长青班里面，我是跟大家一体。让大家能产生活力啊，感觉到说大家有一个长青的活力，那么感觉人生啊，后面的这段人生里面更有怎么样，有一个另外一种人生观，这就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理念，让身体的生理打开空间，心理又有一个扩展性，这才是重要啊，因为身体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里面它都是紧绷的状态。让它有一个舒展性，一种空间方面的发展，哎，然后大家就会不会有紧缩压力，哎呀，把压力疏解，这才是一个第一个关键。指导老师表示，这项健康法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利用身体每一个关节或者是筋络来运动，达到全身的健康。而且连过这款健康法的学员，都感觉对身体是相当的好，真正是受益真多。咱老师教咱教对创意这两个用特别
啊，来家有这个江中心罗主任带领我们，请这个郝老师，咱以前较早无运动到的，五脏六腑跟这个腰椎，跟这个坐骨神经，连带关系都有运动到。啊，所以我所感谢的是讲，这学员大家大家拢足了解，也要为了找这些老师来江中心才学习。每一步的关节吼，拢做帮助的，因为咱所用不到的关节，拢伫这个创意生活健康法都会用得到。像刚才我们学习那个手部这样运动，根本我们以前都没有用到。刚才做这个运动，我结果里面的骨头都在动哎，真的好好哦。今日丽水老人大学表示，目前这一班的人数是60个人，而且因为实在是真侪人想要学，所以伊嘛陆续伫丽水乡的社区开办另外2个班，好过侪社区民众都会当学到这种健康法，嘛学会向如何健康来过生活。这是每小看完丽水报道。现在是很多人哦，若有时间就去上这社区大学，坐在这鹿港镇哦，有一挂喜欢这林雅的人士，因是伫这鹿秀的社区大学，对着林雅大师陈太甲，伊是学这林雅吉他，因哦有诶甚至是已经70、80岁这老大人，但是哦，因也是行遍了台湾各地，甚至讲哦，因是安尼出国去林雅，或者生活是搁较快乐。这款摄影作品有的是摄影大师的创作，但是有的是完全无摄影基础的社大学员所翕出来的。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今日展出社区大学陈太岳所生摄影人展。摄影大师陈太岳表示，这款学员为20几岁啊到78岁拢有，因拢是带着因世界去摄影。我们一开始哈，就是说带到我们的全省各地，我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那都有我们的足迹，那主要是说带他们出去实地操作，看现场需要用什么方式的来构图，好让他们能够拍出一张很美好、很喜欢的作品。参观展出的学员表示，将来没想到家己买单来开摄影展，因对着摄影大师陈太岳来学摄影，为上届基础开始学起，因为介伊摄影学甲特别有兴趣，嘛完了家己自细汉的一挂梦想，生活嘛过了更加快乐。是能过啦哈，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啦哈，能过哦，将这个技艺啦去跟他提升哈。那本人呢哈，在拍摄的技巧方面呢，哈，这个非常糟糕啊。在参加这个班以后，那精进了不少啊。这是参加这个摄影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小朋友啊，老公啊，出去玩，然后有一次啊，我小孩子就叫我帮他拍，结果我拍了4、5次，他都不满意，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彻底来学一下，所以我就跟了那个陈老师学。然后其实拍这一张的时候，一个小时前还风雨很大，然后我们就很耐心的在那边等等等，一个多小时后就雨停了，然后走到那里，忽然太阳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摄影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乐趣。陆秀社区大学陈太岳师生摄影人展，这届展出的内容是由陈太岳老师指导陆秀社区大学秀水分部摄影班的成员为主，伊利用影像语言来记录生活细节点点滴滴。由这挂无摄影基础的学员作品来看，你是不是也感觉真水，够想要来试看卖的？这是木罗清凉乐港报道。那是讲哦，要出去佚佗哦，也是需要这收费哦。像这参北乡的凤国小6年级的学生，有着讲哦，这全班要做伙参加毕业旅游，因哦是利用了各种的办法要来赚钱。最后哦，因是去找了这饮料店用完的这柠檬，家己来做清洁剂。想要到讲哦，透过这脸书来宣传，竟然哦，这生意是特别好哦。即马大家哦，拢是会当做伙去毕业旅行啊。三尾乡的鹿港国小初生是做伙利用饮料店用完的柠檬来制作天然的清洁剂。根据6年级的导师表示，6年级都要毕业旅行啊，但是部分学生因为经济因素可能无得来参加。老师希望让学生会当家己来赚钱。跟小朋友说，那我们来想想看，家里面谁最会买需要用的东西？我们就从这个点去一直引导小朋友去脑力激荡。最后就引导出说，妈妈，厨房里面用的东西会最多。那我们说，那厨房什么东西需要每天用？小朋友就这样激荡出来说，洗手乳、
清洁剂，那我说哎、欸，那我会做清洁剂，那我们来做清洁剂好了。苏姓利用饮料店用完的内蒙来制作天然的清洁剂，在经过脸书宣传了后，听到民众拢是相当肯定这苏姓的用心，所以生意是特别好。毕业旅行的费用嘛拢已经有够，伊还佫将这寄出来经费提出来做爱心。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毕业旅行，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玩。这么辛苦吗？不会，不会啊。那你想去哪里？我想要去那个泰鲁阁看风景。真的，现在很努力在卖这个清洁剂。对。啊，那你们家人或朋友有没有人捧场来帮忙来买的？有谁？妈妈跟舅舅。哦，对，都有买啊。对。国小毕业旅行是收到真侪老师期待，不过部分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无得来参加。不过在老师的创意之下，自行做回努力，即马大家都会当完成毕业旅行的愿望，大家拢真感谢社会各界斗相共。就新闻蔡刚平参会报道。过来，咱来看到这2013年即种杯葡萄冰杆比赛，将伫这即个礼拜六来进行冰杆。所以这今年哦，参赛这酒庄拢是相当的踊跃哦。这一年电动会也邀请了知名的这学者，也有这葡萄酒的冰杆家来评审，也要透过这冰杆哦来选出二零哦上佳好的葡萄酒。紫荆杯葡萄品鉴比赛在每一年如林文化季活动的时阵做回来举办。今年的10月5号礼拜六下晡1点到5点，在二林电农会3楼来进行比赛，来自国内各州镇的葡萄酒进行比赛。主办单位是品鉴学者一个专家来做评审。比赛了，毛现场为这州镇业者来做解说。2013的紫荆杯葡萄酒比赛，那呢比赛咱。经过足侪专家甲咱肯定吼，尤其是我们的产官学研都有吼，这些评审的一个资格的老师都会到啊，甲咱今年都选出吼，今年都咱上好上好啉上感觉上优质的评比吼，把它评鉴出来。所以呢，我啦精彩可期吼，精彩可期。希望我们对于红酒、红葡萄酒有兴趣的，我们所有的乡亲呢，会当即天来到咱二林电农会里头吼，来看咱这专家来评鉴我们的紫荆杯葡萄酒。那另外呢，咱隔天咱10月6号有一个中部地区诗词吟唱大赛，是由咱社区大学吼来承办，啊，这吼中部的这诗人吼，拢会来。齐聚在我们二林哈，来做家的迄个吟唱的动作哈，所以咱儒林文风鼎盛哈，其实由此可见一斑了哈。所以伫10月6号嘛，邀请咱所有的哈，咱的四乡镇的好朋友，会当到二林来看咱的节目。看咱的一挂迄个文艺活动。今年有15间的酒庄来参加，而且有真侪种的红白葡萄酒参加品鉴。介葡萄酒也够各界品种，会当带出来的人做回来参加，来品尝在地葡萄酒。另外，10月27号礼拜六，伫台湾酒造举办新酒发表会，将今年上佳新、上佳好的葡萄酒和民众来品尝。总干事蔡世杰嘛，欢迎各界来参与葡萄酒品鉴，也够。新酒发表会，这是我小明凯李林报道。来看到讲，我伫这全国机器人竞赛这关联的中式高工是拍败了250队的队伍，来摕到这高中组的冠军，也摕到这大会40000块的奖金哦。因哦也被代表了这台湾出国比赛机会，也将要伫这再过分到印尼继续来努力为台湾哦争取荣光。参赛同学伫学校内底摕到参赛机器人，伫现场示范互所有人看，或者来参观的高中生，大家拢看甲真趣味。高中生学生表示，毋捌看过这种机器人伫冠军同学操作之下，真紧机器人都甲红球拢收转去。你知道他在干嘛吗？用红球。他要把红球抓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刺激？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就是解那个跨越岛的地形，我们是先把那个先想办法解出那个其他天敌的
那个蛋，就是那个彩球的部分，还有那个小人的部分，就是盗猎者的部分。然后基本分都是红色，然后先拿到，然后所以第一回合并没有回到基地，就是这样。然后到第二回合，我们才把那个跨越那个地壳变动的地方解完。要出去国外，当然很兴奋啊，就是可以到国外去参加这种比赛，是难得一次的机会，所以希望好好把握。指导老师许家训表示，同学表现已经满意。这届比赛是在模拟的科摩多岛上，出任务的时阵必须爱甲特别的红球收回来，临时出题要靠同学以上加紧的速度来完成任务，嘛好参赛选手感觉真紧张。我们就很荣幸可以获得第一名哈。那接下来在11月15号到17号要在印尼的雅加达要举办那个世界赛。啊，那高中职的部分会有4队要前往这个雅加达比赛。前年啊，也有参加过世界赛啊，那当时是以全国第5名的那个成绩啊去参加世界赛。那去年的话，在县赛的部分也有获得那个前2名的成绩啊，不过很可惜在全国赛的时候落败。那今年我们。在县赛也第一名，还有中区赛也有能够晋级全国赛。那在世界赛部分也是以这个第一名，然后再去参加世界赛。经过师生共同努力，好个在参赛选手最后是打败了难题，完成了比赛任务，嘛顺利将这冠军提登来中石高岗内底。中石高岗表现嘛再度创下了真好的比赛成绩，未来师生嘛将会继续努力。这是门口事件，欢迎报道。下面最后，咱这回来关心果菜行情，也跟明仔中部各地天气状况。花菜上价55，中价46，下价35；刺瓜上价40，中价26，下价15；花瓜上价60，中价47，下价34；冬瓜上价15，中价12.5，下价8.5；菜瓜上价38。中价20，下价8.5；苦瓜上价75，中价48，下价25；牛肉上价25，中价21，下价17；茄仔上价75，中价50，下价30；菜头上价70，中价43，下价25；菜头上价35，中价23，下价8.5；高丽菜上价46。中价35，下价27；包心饼上价30，中价23，下价16；葱头上价27，中价24，下价22；葱仔上价101，中价85，下价65；韭菜上价93.3，中价91，下价86。明仔天气状况，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拢是晴天，有时好天，气温是24度至31度。沿海气象部分，新竹县沿海东北风六级至7级，阵风9级，应管3公尺至4公尺，大应晴天局部阵风。罗港东沿海偏北风六级至7级，阵风9级。远观3公尺至4公尺，大影侪云，有时好天。最后是东州安平沿海偏北风，5级至6级，阵风8级。下晡转6级至7级，阵风9级。远观3公尺至4公尺，大影侪云，有时好天。以上就是今天的中视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玉婷，祝大家平安快乐，咱再会。